啊，你们不要来抓哈，你们抓会被警察抓，会罚钱吗？我抓的话，警察会叫我，哎，抓鱼给他抓。哦，抓给警察吃。直接被抓。哦，你不要看小这个小小的一个坑哈、哦。嗯。这个把水截掉哦。哦，我曾经研究过哦，把水截掉，里面抓2斤的虾。哇。哦。啊、不要怀疑，不错，很好。它都会全部躲在石头里面，因为这个石头是用砌的哈，它不是用水泥去连接的哈。我们在叠石头，它有生态功法的连接，会连在一起的。嗯，它都是用水泥把它连在一起。那我们现在种植的生态，我们都比较砍接，就是石头叠石头，三角叠法，哦，就是三个点，哦，两个石头，三个石头，三个石头，就是用三角形的方式，哦，三个角都是它拿很稳固。我们只是在做上面的铺面哦，底下哦可以把石头拿起来，你们绝对抓不到鱼，可是我把石头拿起来，哎，鱼都躲在里面。哦，这里我们抓过最大的身长大概28公分。哦，28公分多大？我这样是25公分。嗯。哦，我这样是25公分。哦，它是28公分。什么鱼？我在这边的是石斌鱼。哦，石斌跟马口都有那么大，然后这里也有固鱼。哦，固鱼就是我们的泼灰。哦，它不是高深固鱼哦，哦，不是保育类的那种品种不一样。哦，高深固鱼这边温度不够低，哦，它这边没有，这边只有固鱼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泼灰，泼灰假菜。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它，哎，它吃素的。哦，哎，你莫提伊后食，伊讲我无爱，我提他。哎，但你若要食伊，伊讲好，我有你食。好，OK， 那我们继续前进，等一下我们就看鱼。